是求这六个数的变异数及标准差。我们先求平均数，平均数的话等于六分之一，一加四加五加五加十加十一，所以就算出来平均数等于六。那我们接着看变异数，变异数的部分等于六分之一的离均差的平方，所以六减一的平方加上六减四的平方加上六减五的平方加上六减五的平方加上六减十的平方加上六减十一的平方，变异数算出来等于十二。标准差的话等于变异数开根号。等于根号十二。根号十二的话近似值大概是 3.46。